经本分局调查的初步结果是已经排除双方有酒后驾车的情势，那详细的一个肇事原因目前仍在厘清当中。你是公车司机？我是公车司机。啊，他是？他是车祸的。哦，他是一个车祸的。你说为什么要打架？在我公司交代，我们第一个责任是不是要先指挥交通？他有没有人受伤？啊，来做处理。看我指挥交通，他就不高兴了嘛。然后他就知道我跟他大小声嘛。他人站在旁边，我也没撞到他。没打。杨幺。他就在那边我车窗开一个缝。没打。他就在那边喊说：“滚一边啊！”回平啦，哦，人家再切不过去了，哦，讲话客气一点嘛，回平啦，啊，谁没火气，哎，要告就告了。